每天都大概9点起来，然后今天我没有设闹钟，然后也是9点起来，但就觉得哦不甘愿，然后我就睡到10点10点半，被那个包裹的铃声吵醒。啊，今天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我要第一次跟一群日本人们出去。那会认识他们也是我台湾的朋友介绍他们给我认识，然后第一次见面就觉得蛮开心的，然后我们就紧接着约了第二次见面，也就是今天。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约下北泽，他说可以先带我做古着巡礼，所以我也蛮好奇拍过2次下北泽破产日记的我，被当地人带古着巡礼，是会去到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我真的好好奇哦。然后今天的那个日文绘画要把我所学的全部亮出来。还好其中一个朋友的男友他在澳洲念书过，所以我跟他用英文沟通都还蛮顺畅的，然后如果我没有办法讲话，我就还是会讲英文。然后现在咧，我想要先叫一个早午餐。我通常都会是在外面吃或者是在家煮，可是我今天太想要吃披萨了，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 IG 上面的现实中才看到我朋友们在吃披萨，我就想要叫那个我叫了10分钟的那家披萨。但因为有网友跟我讲说他可以线上预约，然后他再送到我家，所以我这一次呢，我想要来用伟大的科技避免我要跟他们说话。我要先来注册，然后等一下我就是也规划拍一支片，所以在等披萨的同时我就要去化妆。刚在厕所画完底妆，因为我厕所的光源是最均匀的，镜子上面那边就有光，所以我都会在厕所画完底妆。最近的皮肤没有很稳定，我觉得是季节变化，跟我从台湾然后又从日本回来，就是会这边这样红红的，然后长像这样小粉刺。我很少会长小粉刺，然后这边有一点点，鼻翼这边都会小小泛红，蛮讨厌的。然后今天呢要用新的眼影蜜，是我昨天买的，先刷在手上给大家看。它是这种黄色，有办法看到吗？黄色在眼睛上，它很饱和耶，我很少遇到黄色眼影那么饱和的。天哪，给大家看这样面对过，是不是很饱和？超级饱和的。眼影蜜的坏处就是像我这种强迫症，它的口径很容易被弄得很脏，然后我就觉得但是没办法。要到夏天就会想要用一些很七彩可爱的眼影，就像黄黄的很可爱，它会有点小闪烁。披萨送到了，而且我也刚好化好妆。哇，我好像上一次订的时候，他没有附赠这么多东西耶，他还有附赠这个，就是初榨橄榄油，red pepper 就是会辣的，跟 spicy herb。哇，成功，自己叫到披萨。结果你知道我最后用什么吗？ Uber Eats。 不知道在搞什么，之前为什么怎么没有想到，我刚还在那边注册他的会员，可是我发现注册之后要看很多东西，我也不是真的，所以我就想说算了不要订好了。结果呢就在 Uber Eats 上面看到你也在上面，没错，大中午就要喝酒，是因为我的冰箱里面只有燕麦奶跟红茶美酒，你知道不可能是配燕麦奶跟披萨，所以我要来饮一下我的红茶美酒。我的朋友叫做 Coco、Daigo 跟 Makado， 然后我问 Coco 桑，因为他住这附近，我说你最喜欢的古着店是哪一家？结果
竟然是后面这家。我之前在拍夏北泽的破产日记，我记得我有拍到这一家，然后走到这边我就吓到，就说哎、欸，我3年前有去过哎、欸，然后他就说真的假的？我说对啊，而且我在这边有买衬衫，就没有想到我们在这边也大丰收。他买了5件，我买了2件，另外一个朋友买了1件，大家都买东西，可以，可以，太可以。件 Burberry 的背心很可爱，然后只要6990元。三千块钱？三千块钱？有。哦。哎，すごい。Oh my god。结果来到 Kingi， 这件超可爱的，红色的一个无袖的洋装，这件超好笑的，很幽默。它是用刺绣的方式，很多工，很可爱。对，好可爱啊！是熊的刺绣哎，哦，プリントステッチ。我们现在要去喝咖啡。因为大家都买了东西，很开心，然后他们一直在跳舞。台湾 style， 嗨，台湾 style Google。Jelly？ 有 Jelly 就来，哦，ミロミロみたい。哦，ミロミロ。うまい、スイート。うん、ドキドキ。グッズだ。ティスグッド、はい、ココ、あ、なんかミロみたい、ミロ、うん、ココ、ジョリン、オッズ、モールオッズ、はい、ミロとセイムだね、はい、うん、一样、台湾フレーバー、はい、だからあんまりなんかちょっとなんかビターな、なんか包装え、小人国早餐店、ああ、大丈夫です。うまい、うまい、なんか梅すごいさっぱり、え、全然苦くな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ロットビターで、ロットビター、ロットビター、わー、おいしい、これ、うん、え、うまくない、なんかあの日本のイメージと違う、うん、全然違う、梅ジュース、おー、まさ換算在那瓶今いいよ、いいよ、いけ、いけ、いけ、おおえ、すごいマジ、ほら、oh, マジ、クルリンパマジマジ他们带我来这一家店。我们来野餐，超舒服的那个天空。我们来试刚刚买的那个面包，好美味しそう。嗯，嗯 ，very good。冷たいよね。正直，正直。まだ夏だ。Go。Change everywhere. Magic show.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他需要帮手。Whoa. Oh, okay. Magician. Your favorite one. Yeah. Gas lamp. Gas lamp. Oh. Gas lamp. 没去过哎。Today's dinner， 夏北的餃子，行きましょう。他们带我来吃他们喜欢的居酒屋店，哇，嘿，耶，干杯，干杯。
刺身。いや、刺身。はい、どうも刺身。へぇ。うまーい。 OK? そう、オンザ。いや、OK。ソイソース。あ、いや、そう。OK。じゃあ、どうぞ。ナース。はい、じゃあ、How is it? Good. Oh. Joy by. 池袋最高。Yeah. Yeah. 我们现在呢要去他们说一个叫做 Snuggle 的地方。Snuggle。Snuggle。然后他们说那边就是有一些亲切的阿姨，然后唱歌什么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去那边，我没去过，他们就带我去。台湾人的卡拉 OK， 卡拉 OK。啊，そうなの。还没开嗓，我来分享一下我昨天买了什么好了。我买了三样东西，然后都是在古着店挖到的宝。第一件呢是这个蓝色的丝质衬衫，而且它是全丝，它的材质非常非常好，而且肌肤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凉意。重点就是它的缝线，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因为它很细，是绿色的。然后是一件针织的背心。蛮适合夏天穿，然后可以单穿或者是搭 T 恤在里面都可以。然后它这边的这个设计很酷。然后第三样呢是这件，也是针织，它算针织吗？对，针织式的这种很弹的背心，但你近看它的很多细节。然后我记得我这三件买下来，我有点忘了多少钱，但是因为每一件大概都是六七百，所以加在一起就找三。大概2000出头，真的很划算。然后我昨天第一次跟日本人出去，我觉得有默默有蛮多文化冲击的，感觉我现在还没办法讲，因为我还没有醒脑。我现在先做一些日常的家务事，等一下呢，有小小的工作，然后下午的话跟朋友去大江户古董市集。我好久没去大江户古董市集了，大概3年多4年了吧。上一次办的时候，我刚好黄金周在台湾，然后这一次的话，因为有放晴，所以他们没有停办。等一下就要去那边逛逛晃晃。我准备要出门了。我每次出门前都会觉得时间很充裕，但每次真的出门之后又非常赶啊，我的公车就在我眼前离开。人超级多的。这个可以放戒指什么的，可爱啊。冰淇淋甜筒下面的那个饼干，然后可以当摆设。
超可爱的。With the love divine,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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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e. 我有点太沉醉于我的世界，我跟我朋友走散了。我等下可能会打电话给他。啊，暌违已久，能逛到超棒的，而且这几天都有点下雨，然后今天放晴，就很开心。而且买到了一个东西，我发现好像真的在这边就是逛，比较不会买的东西，像在观光的时候就是疯狂购物。那个猫长得超级可爱。When I was a boy, rolled up like a cigarette. 买大福，这家大福我很喜欢，我每次在这边逛街都会买，很好吃。Over time I shook it off, turned to face the breeze. I learned to see it all at once, gone.回到家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战利品。这是我暌违两年，不对，大概三年多，快四年吧，逛大江户，我觉得好像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我上一次逛的时候，什么都会很想买，然后我这一次的话就会是比较冷静的。但当然跟逛太多东西，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相互影响。就是你逛很多，你就会发现说，哦，很多东西你可以慢慢看，然后慢慢选，不用那么快的急着买，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会有那种冲动购物。我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的话呢，是我这两个月找很久的酱料盘。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的，应该说我看到很多我很喜欢的，但我跟我朋友也有讨论，因为我们同时间来嘛，然后就会发现说，我们看了那么多都会看看看，然后最后想说好，那再缓一缓，我们再看会不会有更喜欢的，然后就是这个寻觅的之旅就会很久。那我们前几天刚好一起去逛那种生活用品店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很漂亮的，但我们两个在里面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也是空手而归。那这次在大江户买到的是这个，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手工画的这样子，然后它后面还不小心沾到那个颜料，我觉得很可爱。这个的话，我就想说可以沾酱，跟有时候我可能泡茶的时候放茶包，可以放在这边。然后第二个东西呢，很可爱，我已经很久没有摆设用品那么快决定要买了，因为它真的很可爱，就是这一个甜筒。很可爱吧，因为我是那种吃冰淇淋的时候很喜欢吃甜筒的人，然后它就是做成甜筒，而且还有那个烤跟有点没有烤完全很干的那个饼皮的样子。它的摆设好像还搭配一个球，或许我可以买一个小的灯泡放在这，不确定，但摆在我那个展示柜这边应该会不错。我现在咧要来准备念书，星期天的晚上我就是把星期一的作业做完，然后复习一下星期五就是前一次上了什么东西，大概是这样。因为我发现我之前有点一不小心念太久，就我有点太实事求是，就有任何一点点我觉得好像怪怪的地方，或者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我就会一直上网查，然后就搞了非常非常久，然后都会念到可能三个小时左右，而且是睡前太靠近的时候念，我就会睡觉躺下来的时候还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睡前的
时候就尽量不念书，等于是洗完澡然后就来准备一下我的作业啊，明天的课啊什么之类的。我反而其实睡前工作不会一直在思考，反而念书才会，可能因为脑袋没有灵光，所以念书我觉得真的花我比较多体力。我们上课进度其实蛮快的，就一天的话基本上会上完一个章节或者是三分之二个章节，等于你现在没有把刚学的东西搞懂没关系，明天又有新的，后天又有新的，所以变成是今日事今日毕，就不会累积那么多。顺序的，他们第一杯一定是生啤，我好像很少会看到有人第一杯不是喝生啤的。然后第二杯呢，大部分人都是点 Highball， 然后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味道的 Highball， 有些是就是一般口味的，然后有一些可能还有加梅子在里面的。那如果不是点 Highball 的话，很多人是会点像是沙瓦那样子，